为了庆祝五一八博物馆日，台湾史前馆跟台东晃晃书局共同规划博物馆日及进入书书果实世界创新书展市集。台东介达国小学生还以排湾族歌舞为活动展开序幕，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感受新奇的博物馆体验。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那这个主题我们扣合起来就一起办了这个创新的书市。那除了书市以外，我们也办了一些的表演活动，包括有讲座、动手做、DIY 等等。史迁馆表示，结合2024博物馆日主题，还携手台东县国小之大学等六所不同学校，以导览培力、学校教育成果展演及创新社会服务等主轴，推出精彩的学生密宝解说，让孩子们透过亲身担任文化解说员的过程，获得不一样的学习经验。趁这个机会，可以练习如何跟别人分享他身为原住民在地的文化的了解跟他的骄傲。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表达能力很不错，对，解说的很好。怎么样？好，然后呢？然后不会怕生。民众除了可以参观馆藏文物，还可以逛市集、听讲座、看演出、签书会，馆内还有手作及各种无感体验。史迁馆也期待能透过活动让民众感受到不一样的博物馆体验。原视新闻台东市采访报道。